种这个地找你们两位来帮忙，丁真四川人，然后小策又经常拍农村题材，我们暂时组成一个小分队。我以为我们是因为颜值走在一起的。颜值走了走了，干活了。你不会让我们把这些草都割了吧？肯定要割啊，帮子割啊。啥？蜻蜓。我以为蛇呢。有鸭子笑话我。哼，我要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。妹妹，作为书记，这羊怎么不听你的呀？他咋听我的啊？哎，还得我亲自出马。啊，握手，握手。哎呦，哎，哎，跟我斗，你活不过今天晚上了。我们团队不养闲人。乖乖，你和他们不一样。没有摸根儿呢。农业，就是心中有几百亩土地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千里之外。我们的援军在哪儿？你得有点斗志，我觉得。救兵来了！这么多人！哇！超级英雄，割草者联盟。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你这样，你这叫什么？减半就等于减产。刨了他，刨了他，重来，重来。哦，来，真男人。就是要在田里一v一决斗，我第一个不服。啊！啥？这里有好多水果，要是就卖一筐就尴尬了，不忍看。卖不完自己吃啊。桃子炒肉，手不能这样去捏哦。我抚摸它。摸哇！坐过路过不要坐过来，店里开。来买套。当老板讲究一个亲力亲为。你真是你的粉丝啊？不，都是他俩的。你们这样我会害羞的。我们习惯了城里快节奏的生活，但这里不一样。只要你用心体验，随处都是触手可及的幸福。幸福，福大爷，来，你来检验一下他们干得如何？该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干得骗就干得骗，没关系的。滚滚嘞！来和我们一起感受，来和我们一起劳作，来和我们一起收获。那妹，这就是我们的田园生活。那